泰国金池工业园。主干道宽45米，四车道长2.8公里，九条辅路，路宽24米，两车道，路基质量好，每平米承重70吨。园区土地结实，每平米承重最高达32吨，22千伏安变电站，负荷10万千瓦。园区供电采用国家电力局 PEA， 两个发电系统保障不断电。宽带 Fiber Optic 覆盖园区，支持 5G。 全园闭路监控 Surveillance CCTV， 自动识别进出车辆，采用 IoT 系统及时监测园区空气、水质和水量。园区内蓄水池130万立方米，每天供水9600立方米。工厂前配 U 型排水槽，保障雨水排出。工厂污水排放采用独立排水管道，排至污水处理厂，每天可处理污水5200立方米。园区支持天然气管道和蒸汽管道安装。绿化区194亩，绿化墙226亩，